上面覺得可以支持，但係都要睇具體落實嚟講咧係點樣去做嘅、啊、因為第日如果真係有呢個性傾向嘅歧視立法咧，咁都需要咧係進行呢方面嘅教育嘅嚇。咁、啊、但係你話即係具體呢一個嘅多元嘅性教育政策係點樣係去進行咧？要有一個詳細啲嘅規劃咯、啊、原則上我相信係可以做嘅。我初步嚟講，我覺得原則上可以支持、啊、但係具體內容咧就係、是、要磋商啦。Boom.